哦，你说大家都是提着新衣来吗？顺利这样。还是是因为星期一大学要回来？他们现在放假啊？现在是放假吗？我现在是六。大家还没放假，不过我的大学，我大学还没。人家礼拜一还要上课。学制我不知道。他可能差不多吧。对啊。你要访问一下他们啊。听不懂啊。こんにちは、すみだ。又开始乱问。